我在哪里跌倒，我就在哪里站起来，爬起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当然跌倒是有可能跌第二次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蛇女会好一点的原因是在于说，今天 sniper 前四只角色其实三撞三的小团战，现在科技身上是没有无尽，哇，以色拉特勾拉到罗布斯的 TP 过来了，以色拉反而受到了死亡宣告，反身一个大绝直接被后方的 Empty 给击杀掉，这边 Breaker 踏进来，先把 Empty 血量打到很低，一个闪电交出去，还是被锁链击在原地，罗布斯坦在前面，一个哎搞了奇迹，阿尼被冲到了，科技在右侧收掉了阿尼的人头，罗布斯这边血量还够，还在继续追击，套了鲁鲁的大绝，一个 B 二龙定住了三个人，这时候人马的刃骑一击占掉了上路的茂凯，这边坦克全死 ，Breaker 没有血量，被锋芒光杖灌到残血，这个是脚闪想要捡头，但。中路这边 Breaker 还是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一路卷过来，肚皮直接撞到云卷，造成一个滚动九筒缓速到套了皮克斯的护盾，再一个闪现闪掉了踏步，但还是闪不过指定的恶毒印记，这边 Breaker 配合二夹一夹掉了对方，但是科技跟呛克斯的上大绝的露露都 hold 不住，那更不用说其他的中路角色了。好，这边 Love 的一个进场，一路卷看起来有一点危险，利用爆破九筒把人给炸散，但是四面要更细腻。讲白了，还是 Breaker 这边感觉是一个假装失误的，哇，一个闪，一个闪度隔着墙，一路旋把明选炸了回来，这边套了救济炼化的露露能逃掉吗？幻想局的加速中路，可是有一个 TP 来了，罗浮斯的人脉要从后面冲过来了，毁灭的马蹄暗影袭击，但只冲到了阿迪这边的血量全被压得很低，找了一个闪现，科技也脚闪硬是把它点掉，茂凯弹出了一个伤害以后，一路旋粘住了两边，对方上路跟 AD 的对打，一路旋这边有办法击杀掉吗？没有，科技加了一个治愈以后站在原地，还有人马的刃骑一击转爆了所有人，科技这边已经无人可以阻挡，拿到 TP 又是直接造成了一波大型的团战团灭。对，而且这边会战来说，我觉得 Sniper 可能处理上面，然后这边牵手牵到没有闪，但是模仿了一个锁链，上个是回去给了一个锁链，每个人都有钩子 ，Empty 这边 Q 技能进来以后，我还要继续追击吗？凛冽重击中了以色拉，被缓速以后，虽然反身一个青藏太郎也是缓速，但两个人都被缓，其实跑速一样，所以这边 Empty 没错，可是有一点点太急了。对他其实是一个人哇，但是罗浮斯这边，你有发现 Breaker 已经慢慢的暴走了吧？哇，他刚卢登这个选择哦。哦 ，Breaker 这边哦勾到了，明选这边要直接进行夹击 ，Breaker 往左，哇，秒杀，直接被科技秒杀。虽然科技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但是明选赶到。整个团战虽然 Sniper 有抓到一些单点的机会，都是靠着 Illusion 跟 Breaker 的一个配合。哦，这边又抓到了伊瑟拉，伊瑟拉这边应该要直接被秒喽。这是位置，哦，科技直接滑上来硬打，硬打 Breaker， 你可以看到一个路西恩直接硬打勒布朗，这个画面已经说明了 Midnight 上现在的团战。人马传送进场，从后面哇，你直接被撞死了 ，Breaker 从右侧也是成为了路西恩的枪下亡魂，这边 Carry 全倒，剩下三个大男紧贴在一起，但这个大男正失去了他们的拳头，罗浮斯的暗影袭击，伊鲁选在左侧被放生下来，因为这边继续追击，以瑟拉是被闪现后的 Late 给放生，伊鲁选这边有家归不得，也只能继续往双池逃逸 ，Emily 他还在逃 ，Emily 这。还没有放弃，手上的冰河龙脑已经转好了，丢，我这边再勾，我这个配合勾到了大绝上面，后面的路已经就会变成小动物的肚皮。对，我们刚刚写的剧本来了，柯基，柯基上，哦，柯基四个操，哇，烈焰天血直接到了四个人，阿迪开启了大绝，这边还是要选择强抓吗？引流犬直接被赤色毒毒灌掉了半条血量，这边 Emily 看到了一个机会，冲进来一个凛冽重击，来看一下人马的位置，他怎么冲到对方家的主堡双塔前了？其实这边并不是主战场啊 ，Omi 我要靠主堡双塔，这边后面是伊瑟拉再度的被放生，罗布斯一个人进来 BD， 配合了超级小兵、超级人马，任其一级配合三项之力，阿迪这边非常的生气冲过来，Late也是开启了荣耀头盔，但人马在等队友到来，冰河龙王送到了 Breaker， 直接秒杀，米雪拿到了这个人头，露露大姐弹起 Late。主人被留下以后，阿迪在后方，科技直接贴脸的一个滑步秒杀，这边勾一路选重勾，有家归不得，在自己家的温泉前被打出一个 Ace Mission 带走一个 Triple Kill。